在南加州令人赞不绝口的凤城，日前在大家的期盼之下，终于在 Temple City 开辟了新的分店。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全新感受。其實鳳城廚房咧，而家係鳳城嘅新概念嚟嘅。咁其實以一個美式嘅大排檔嘅特色，佢有開放式嘅廚房，有自然光嘅天窗，同埋室外瀑布嘅水池，嚟營造一個平實自然嘅用餐環境。咁你好似置身於一個第二個家嘅感覺。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星期天到星期一早上11点到12点，星期五星期六是11点到凌晨的1点。我们这边有很多招牌的小吃，还有甜点啊，糖水芝麻糊啊，黑糯米啊，还有一些招牌炒面、生菜鸡胸啊、梅菜扣肉，还有很多新产品的小吃。我们后面有广大的停车场，欢迎各位前来光临，谢谢。朋友们，欢迎来到位于 Temple City 9225 Las Tunas 的凤城厨房。凤城厨房它的整个风格呢，是走一个简约时尚风，跟 West Side 主流的餐厅的感觉是非常的相似。来到这里呢，会让你有一种非常轻松自在的感觉。凤城厨房推出了几道特别的佳肴，也只有在凤城厨房能够享用得到。这道绿咖喱的虾炒饭，它是用一个泰国秘制的秘方所调配出来的。第二道这一道呢是冰野海鲜乌冻，是凤城小厨的冰野海鲜乌冻呢，它加的是柠檬，所以带一点酸酸的感觉，让你有一种很清晰但是又胃口大开。而且它的乌冻面煮的这个口感非常的弹牙，你一定要来试试看哦。在您在这个凤城厨房用餐完毕之后呢，别忘记来逛逛凤城厨房的购物区。这边要特别为您介绍凤城的桂花酱，还有凤城的 XO 酱，还有像这种德国的果酱呢，负责人说涂在面包上面特别的香郁，而且是非常纯天然的味道。还有法国的果酱，荷兰的饼干，这是 seasonal 的 gourmet 的各式各样的产品，凤城的负责人都会在这儿来推荐给您。凤城 Temple City 店是位于9225 Las Tunas Drive， 电话是6262850988来洽询。